46岁佘诗曼和小鲜肉约饭，拍亲密合照不避嫌，素颜备受男方称赞。近日，一位长相帅气的小鲜肉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和女星佘诗曼的合照，瞬间引起大家的注意。照片中，这位年轻帅气的小鲜肉颜值不输娱乐圈中的男明星。佘诗曼身子侧对着男方，彼此间毫无距离感。在另一张合照中，男方直接搂住了佘诗曼的肩膀，两人举止更显亲密。佘诗曼对着镜头嘟嘟嘴，还比出耶的手势，露出淡淡的笑容，眼神灵动，乍一看宛如邻家小女孩。根据男方透露，他这次是专门和佘诗曼共进晚餐，并且还毫不吝啬地夸赞对方，直言阿佘素颜大美人。底下网友纷纷被佘诗曼的美貌迷倒了，清一色的夸赞声。男方还专门在评论区解释，并非是偶遇，而是一起吃饭。上月，佘诗曼发布了吃火锅的照片，所穿的衣服正是合照中的那件。当时佘诗曼并没有提及他人，大家还以为他是和工作人员同行。有不少网友感到疑惑，这到底是啥情况？莫非不只是普通朋友？佘诗曼此前曾自曝自己交往过十几任男友，绯闻更是不计其数，但这几年她的感情生活似乎变得格外平淡，大家也在为佘诗曼的终身大事着急。今年46岁生日的佘诗曼收到了一大捧鲜花，更是引发恋情猜测。虽然还不能确定佘诗曼的感情生活如何，但从她这次和小鲜肉约饭看来，异性缘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大家无需担心，静候好消息即可。